肉片沾上特制酱料，相当没朋友啊！我到了萨玛纳这条美丽的巷子中，就有奥利泰泰式炭烤火锅店。哇，看到没？这 bling bling 的佛祖可是老板的精心杰作哦，独一无二的啊！这里的设计元素都超级有泰国 feel 的。还有，这些餐具看到没？都是特地从泰国进口的。这里有两种锅具，这内锅可是用火炭操作的哦。这黑漆漆的里面是老板设计的风扇，能直接把烤炉的热气传到外面，坐在里面一点也不会热哦。这汤底一闻就感觉到它的酸酸辣辣，这个酱料也是老板亲自研发，仅此一家。这里共有三种不同的套餐，二人份、三人份和四人份。肉啊肉，你卷着也好，躺着也罢，我就想把你吃掉。肥瘦相间的肉肉，还有海鲜类，你想怎么烤就怎么烤，因为都很好吃。熟了，沾沾酱，放入口里，哦呦，我很饿了啦！吃烤肉，再来一杯杯香浓丝滑的甜饮，冰沙冰淇淋甜品什么都有，只带一个胃来这里，哪够？安迪杨哥美女帅哥，下次要来吃，能不能带上我啊？嘿嘿。